晨晨，我是自家，新年快乐！迎接2022年，最重要就是要来试手气，所以大家很喜欢就是像这样子开福袋的活动。所以看得出来，我们今天 TPP 的新闻网特别网罗了超市跟四大超商的所有的福袋和福箱，今天就要来开给大家看。好的，开箱第一个选手呢，我们就选定了这个超商界，就是每一次都要预购，然后非常非常早预购的福袋，那就是我们的。Seven， 他这次呢，一次跟三个肖像合作，角落生物，不是角落小伙伴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米奇的福袋。你今天鬼神，你今天等于就是盲猜，因为我对面我完全是没有关系，这样很好，就是我介绍给你听，然后你来展现你真实的感受。像这福袋，今天我们选定的福袋呢，就是499元的，这一个就是499元。很可爱，它就是一个以米奇为主的一个环保袋吧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角落小伙伴，它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是 Hello Kitty 的。那499的算他们的中阶的一个品项，因为它总共有分299、499、1299跟1599，总共有四款，总共13个样式可以让大家选。哇，你已经打开了。对，它这个包装厉害了。对，这个就是其实蛮多人会喜欢 Seven 的福袋，就是因为它本身的福袋就是一个水果。它就是可以这样子，因为我喜欢这个小肖像的，应该会蛮喜欢的。对啊，而且像我就喜欢。哦，对，因为他很喜欢米奇，所以其实米奇我也把它打开给大家。嗯，有好好听哦。好，我们打开之后，它这边有一个冷水壶，是角落小伙伴图样的，还有 Mr. Brown 的纯冷，那就是拿铁咖啡。哦，其实它的重点常常都是有人说那个 Seven 的福袋重点就是这些肖像的周边商品，这些都是其实就是他们一些配件。对，因为那个其实差不多是可以卖出去的。对啊，其实还蛮可爱的耶。然后旺旺仙贝还有乖乖是零食。OK， 至少都是会吃的啦。然后老虎牙齿。你在新闻页跟我说你可以吃旺旺。我不会啊。但是乖乖我也不会吃耶。不能吃，要放在电脑或什么。好，没关系，但是民众可以吃哦。然后这个是重点在这，对，就是角落小伙伴的金色的红包袋，笔记本跟一个棒棒。哦，对，而且它的福袋其实基本款就是它一定会，不管是哪一种，它都 PT 还是这个还是米奇的，他们都会附就是标配，它一定会有这个牌子。这个也是标配吗？这个可能大家打开才知道。我们还没有讲它这一次 Seven 寄出很厉害的头奖，其实就是所谓的，它就是一次送出了。两台的玛莎拉蒂，价值388万，所以它头奖就是可以抽出两台玛莎拉蒂。它总共呢会有13款的福袋的样式，然后总个数量会超过40万组。那它总会抽出两台的玛莎拉蒂，对，所以就是大概40万左右。而且499的福袋呢，它这个里面的抽奖券其实还蛮多的，各种就是比如说像咖啡啊，然后饮料。都有一些优惠，然后它是优惠券，然后还有这个 KK Days 的什么一些旅行的折扣啊。但大家最在意的应该就是这个抽车子，对。所以你看，像499的福袋，它可以给你2组的抽奖机会，就是你可以就抽2次的机会。那如果是更高阶的福袋的话，它就是更加赠5组的抽奖，就等于你买了1000元1000多的，买越贵抽奖机会越高。对，这就是一个手法。大家就是，但是当然，越到越贵的福袋，当然这样子可能东西可能越多。第二间我们选的选手呢，就是全家的香虎福袋，因为今年是虎年，所以这看起来就比较像是正常的。福袋的那种规格，就是红红的一袋纸袋这样。对对，因为刚刚的比较像是去外面买了一个包包。对，就是那个也是他们的很著名的噱头。那全家做的就是比较经典一点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很传统，还有那个纸雕。纸雕。全家的福袋呢，特别增加了一些数量，总共是900万份。然后它每一袋的售价呢是200元。那这一次它的头奖呢，一样也是送车子啦。哦，你真的是暴力美。猜是暴力的猜法，他真的不是说就是你可以让它维持一个原样，好不好？倒出来吧。好来。哇，还不错哎，很丰盛。刚刚是错误示范，现在不要这样，因为等下爆炸。其实
200块的话啦，就是它就是也是一些吃的，就都是吃的啊，都是吃的。嗯，它里面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大家最期待的。哎，先生在这里。哦。在这里哦，这里面这一篇是什么？重点是这个东西。那其实呢，福袋里面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些零食都算是，就是只要会吃就好了，就不算浪费。主啊，只要会吃就好啊！对啊，对啊。反正那这两个，这次福袋寄出的头奖呢是车子嘛，刚刚讲过了。他这次一次送出两台保时捷的车子。哇哦！所以就是看这个有才知道有没有中。对乐透，对乐透。对，那这次的福袋其实他打开，他抽开这个之后，里面会有个立即就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、哦。所以一撕开就会看到。对，但是汽车的话是要用序号登录的哦，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就一打开就没有了，哦、但是你要登录序号，你才能之后再参加车子的抽奖。所以现在打开啊？打开啊！如果我们中奖的话，就是直接卖掉。对，但是它其实里面的奖有包含一些什么 KK Days 的旅游券啊，然后虾皮的一些折扣金这样。嗯，好，我获得了一个序号，然后有一个三明蟹惠顾，跟一个虾皮购物金，买151折150，而且限新户使用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旧户，而且是大户。OK， 所以看得出来你就是手气不太好，手气不是很好。哎、欸，但也许他就是正常的，也许就是大家都是这样普遍的状况。对，毕竟万元的礼物总是要人品够好才能拿啊。但他就是你可以看清楚，他就是他会不能跟他看我们的序号，就是他会有一个序号在这边，然后你就是登入之后，你就可以抽汽车。OK， 如果看到我们离职的话，就代表我们中奖了。只有一台车就要离职，一台车也卖掉就150万而已。没有，那个它的保时捷市价是300多万哦。哦，落地打8折。对，欸、那所以像这样的零食，你 OK 吗？我 OK 啊，欸、我很喜欢吃啊，真的。对，所以就是其实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啦，但总之就是一个试手气的感觉。首三，莱尔富的五福临门开运福袋，也一样是红的喜气。没错，这次呢，我们特地就是拿了两个，想说我跟伟全开开看，试试看手气好不好。因为这个呢，福袋就是它有一个第一重开奖就是机瓜体重，你一开你就会知道你有没有获得 iPhone 啊、塞子的吸尘器跟名牌包包，而且它这次 iPhone 的大手礼，一次送出100只 iPhone。到底里面的东西怎么样？当然不是我开的包。后来觉得要这样开才爽。哎呦！因为我后来发现我还蛮少开福袋。我几乎没有，是小时候会开那个惊喜包，就是79元还是99元的，在福利社买的。而且就是那个是一打开就会知道自己有没有中 iPhone。来来来，一起来。哦，我们先把那个零食的拿出来，看看我们是抽到一样。好、哦。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哎、欸，我会喜欢的。嗯、这个是什么啊？我先拿到，我先拿零食好了。有那个点心面。哎，点心面。新贵派的花生口味，这个口味还没看过。小瓜呆脆皮酥。啊，我也是，哎，这个我是旺，怎么大家都？你好旺哦！你不要坐我旁边。好像都旺旺比较多哎、欸。然后我喜欢的乐事。比杯多软糖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一口酥，口香糖。哎、欸，你也有口香糖哎、欸？对啊，但我的是一口酥的。哦，你的饮料比较好，我的是气泡水。哦，是贝纳颂。气泡水可以配就是酒。对。哦，好，还有一个，我还送了一个，这个是你为什么没有？你没有这个？我没有，我那是什么？绝缘胶带。马来貘透明胶带。我刚才还说绝缘胶带缠电线的，我想说什么？很可爱的小袋子耶。哦，是收纳胶带的那个。有合理吗？这是透明的、啊。没想到这个小东西占一些我们的兴趣。这是透明的。哈哈哈！哈哈！你也失望，你会觉得拉开会是马来貘？不是马来貘。可爱的，这蛮可爱的，可以接受。对啊，可以接受。一二三四五六
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你少一个，哈哈，不好笑，不好意思哦，比较衰哦，好像不是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的通常就是这样，所以我现在要立刻来刮。这个就是所谓的立即中大奖这一块，因为第二个就是抽序号抽汽车，其实就是只有两个道。那我们现在准备要来刮刮乐，你拿两块这么小心，会不会刮不到好东西？好，来咯，准备要来开始刮，看我跟伟成的运气怎么样。好。哎，好吧，我们看到了。哦哟。啊。我的是啊，我连买一送一都没有哎。没有。你是什么？是无加糖黑豆浆单件五折。哎，你的比我还慢。我的是大杯美式拿铁单件五折，还不错。我至少每一次跟拿铁。对啊。你会喝豆浆吗？我会喝豆浆，但我不喜欢喝黑豆浆。哦。一直抱怨。你手气差怪谁啊？鸡耶。反正还是有人抽到 iPhone， 对啊，还是有机会的，大家不要放弃。然后下一个抽奖呢，他的头奖，第二个抽奖，他头奖送的就是汽车，是头等奖的汽车。这个就是要等他开奖。对，大家就是自己刮开之后，然后扫QR code 加入他的那个会员分录序号，就有机会可以抽中。哦。所以才刮开。也没有用户才没刮啊，笨蛋。我刚不就不刮吗？第四个选手。就是我们的 OK 的虎年福袋，这也是最后一个超商的福袋。对，长得也是喜气洋洋。嗯，而且他还找了艺人吴宗宪，还哎，这样你要模仿他一下。很可爱啦，其实他还蛮多小时段，像这个虎头做的也蛮可爱，其实很可爱，就是很就是虎年的感觉嘛。我们一样，不是太阳包，这个摆放的蛮整齐。四大超市里面最便宜的福袋哦，所以就是内容物可能也许就是这个会比前面的少一点点。哎，我觉得我不觉得，我不这样觉得。你觉得比较丰富吗？我觉得很丰富啊。真的哦，它这个福袋只要100块一个哦。对。啊，不是还要不久？对，还要不久哎，我说还要不久，我很开心。还要不久，当兵也要考。我有当兵啊。真的？那我这个是翠嘉。回家，反正也是一个太空包，然后咸酥饼，真有味。哎，这都是比较我爱吃的。真的有意思啊！哎，他是不是送了两个礼盒包？我也是两个礼盒包，这个是原味奶茶跟谁？生活巅峰，盐玫瑰盐盐奶茶，是挑战我们舌头吗？我是波比狗。咸酥饼很古早哎，对啊，而且它这个福袋是限量10万个，然后它这个是100块一包，所以哎，还有一个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家居品吗？是到现在第一个家居品，就是香香豆，对，洗衣服也不要放进去，还不错哎，其实我觉得，CP值好像蛮高的哎，那可以给我，好啊，下一个红包袋，五年红包袋，没有红包袋，对，哦，我还没讲到这次的头奖啊，它这个是最便宜的。抽你的未来，你要确定有人想要你做，那你可以自己占就完了。要被抢哦！哦，他的二奖也是钻石项链，三奖是气炸烤箱，还有 OK 礼券啊什么的。那他还有一个独家好礼加码送，应该就是这个东西了。等一下要先讲一下，他其实有送两张那个 OK 跟 Foodpanda 合作的生鲜杂货，又是新货。我有一两张有差吗？你又不会当场去新户。好，反正也是有新户优惠，可以让爸爸妈妈如果没有在用外送，或是爷爷奶奶。如果要订的时候，利用妈妈的手机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就是重点的福袋刮刮卡，应该就是这个就会知道你有没有得到钻石项链，对不对？我的啊，你的嘞？那我一个都没抽到。
没关系啊，你的整个礼包很多了哈。就觉得因为我大包大揽。对对对。好，对，那我们来刮这个 OK 红泥发财包。OK 红泥发财包哦。来来来。哎呦，50哦。他是满50，现折5元。好了，怪我们手气比较没那么好。相信一定有人可以中，没关系，我们帮你扣掉两个名额，你们有机会了，可以拿到钻石戒指跟分享。剩下的9万多人，怎么办？对他总共欠下10万。剩下9万多人，你有机会了。部分都有对得起它的价位了，只能这样讲。就是如果刚好对到自己喜欢的零食的话就 OK， 主要是试手气，就是试试看到有机会能拿到。就是但都没抽到。但是讲到车子呢，我们这次呢特别给开箱了一件，就是前轮的福袋。前轮的福袋其实我以往也都有一台，就是在带你出去的时候，大概6点多我们都要起床的时候。就是有4种款式的福袋，让我们一一为大家来出道。嗯，好。就他初一才卖啊？对，他是最晚开卖，但是他就是现场开卖的哦，他就是限量，就自己去门市买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全年的200元的福袋，它就是一个本身就是有购物袋的。对，可以去平常去买菜也可以用。而且他这个每一年都会推出，就是福利熊的，它就是一个福利熊的碗哦，它就是可以让它塞在这个里面。袋子可以塞在里面 ，Oh my god， 很可爱，它真的很可爱，它上面可以塞在这个袋子，可以塞在这里。哦，你是说整个袋子塞进去了？叫做双马购物袋，它可以塞在里面，然后它是虎的，它是虎的，老虎的，很可爱。然后它每年的生肖是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的服装。我觉得真的很可爱，我自己也蛮喜欢的。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公布一下，刚刚我们有同事王小姐。你要这样子有感觉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打开他的福袋。他4款福袋送出了3台车，2台是保时捷，1台是宾士哦。好棒！怎么啦？你好像没有，你一直没在开车，你知道这没吗？反正撞很多次。市值都300多万，市值都三百多万。这个是卫生纸，哎，其实全年的看得出来，明显跟其他超商比较不一样。他们就比较多家居。对，卫生纸啊，然后浓汤燕麦。这是200元，还要靠得住。卫生棉，哎，其实对女生来说还不错。对啊，但是就是要是女生抽自己想。你可以送给女生啊，然后就是冲泡式的咖啡，还有一杯饮料，就是高山茶，这个我们有。女生有无糖吗？无糖的可以喝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一支是月历啊。其实还不错啊，蛮可爱的。是月历吗？对啊。因为它看起来可以折，它是怎么样？哦，是那个立起来的桌立，可以立起来。还蛮可爱的呀，它每年好像都会出一款哦。是哦。嗯，它这边是这个，就是它所谓的新春大礼包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它会推出这种，哇，折下去了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疯狂式的，就是让你去整合给你看，让你自己选自己需要的东西。但这种疯狂的时候，我都会就是忘记哦，就是要特别去选，想到才会去用。可是也还不错，就是你看它有这个传艺，他们自己的传艺的园区可以免费兑换，好跳很跳哦。然后这个，这个四人同体的免费牛角，这还不错，就是还有这个 Virgin 的什么一个月的会员免费，就是大家。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找自己喜欢的啦，就是打开就会看到很多间。对，但不要忘记用的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一定要有的红包袋，然后跟这个贴纸还蛮可爱的，福利熊的贴纸。怎么办？我好像变成好像是我是福利熊粉丝。对，你不是会唱福利歌吗？福利熊，小福利，大家不都会唱吗 ？1, 2, 3。还有这个就是给小朋友的这种小本本，就是他有一些小小简单的绘画啊。合作一些就是捐到对什么大吉大利的，
就是像它十一月天变冷，就是火锅季，然后前面有万圣节啊、中秋节之类的差别吧，但其实蛮实用的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民众都会拿到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，然后里面就会有你的抽奖序号，那它就是抽出两台市价300万以上的保时捷，我觉得很吸引人，但是就是要记得要缴几税。我觉得最吸引的应该是这个啦，因为我每年都会真的会蛮喜欢这个的。就是如果真的要喜欢福利熊或是有循环脑袋的人，200块就是长这样，不错。对，还蛮多折价券的，都是以家居商品为主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抽，就是我说的我会为了他，就是元旦特别初一那天啊，特别会为了他初一那天呢，特别去全联的门市提早起床去排队的东西，就是全联的。福香，你知道它的福香吗？我没有看过它的福香。它的福香其实非常有名，它都会跟万国通通合作，而且它那时候还特别首度跟一个美国潮牌 FRD 联名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哎，还不错吧？你为什么进货？我觉得我喜欢黑色，我觉得黑色的质感比较低调一点。其实，但我有问过看的人。喜欢花俏的，就是他们真的会蛮喜欢这一款，而且它其实我会觉得还不错，就是因为它真的很好看。我家里自己有一台。是因为万国本来它的那个。这就是所谓的全联的福箱，它的价值呢是1400元，每一样都好玩。不错啊，可是我觉得1400元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个品相单身吧。然后呢，我们打开来看看，其实我是第一次看到，第一次看到它，它是属于那种好像比较深的耶。机长箱啊，机长在用的，就是机长的话会拿这种比较没那么长的。哦，就是最近有大家喜欢这种厚实型的。然后它除了这个1400元，它除了在本身这一卡箱里之外呢，它还有附一个，就是它都还蛮正常，就是一定会有的福袋。买一个登机箱的话，然后这初一可能时间很多的时候，就是有手续可以去排队。有手续到早上吗？打麻将或什么之类的，觉得还蛮划算，而且其实真的还，据说各门市都还蛮难抢。说去乡下比较容易抢到。没有，其实我听全联的业者说呢，据说这个北市、台北的门市还蛮容易抢到，因为大家都回乡过，就是北上蛮容易抢到，但是抢不到不要怪我哦。OK， 看得出来，就是呢，就是其实每一次福袋的内容物大同小异，大家就是还多了个口罩，有防疫的概念很不错。一碗金酵素的还不错，然后它一样大礼包，对，但是比较特别的是大家注意，因为你这样你就花了比较贵的钱买这个福箱，所以它的抽奖的次数、抽车子的次数也会变多。对，它这个福箱呢本身它就有7次的抽奖成功，本身有7次哦，7次还不错，对，就是可以有抽7个序号，它在后面会有7个序号，对，你要不要忘记要去抽一下车子，过年就看这一笔。这是锅子，没错，这个妈妈们应该会蛮喜欢的。它是柳宗理的锅子哦，一个是双耳锅，一个是叫做双耳浅锅，都是双耳。爸爸也很喜欢啊。哦，好，喜欢煮饭的人都蛮喜欢。我觉得福锅这个还蛮有梗的。对，因为几乎没有人会拿把锅子当成福袋在。对，而且它其实是有限量的，不知道是煮的意思。然后它就是长这样，对，然后它是这样两咖，然后呢，它的福箱的价格是1600元。那它当然，我就说比较贵的，就是送来会比较多嘛。所以那个它的内容物，也有这一袋里面的内容物呢，也会有会多加一次，就是8次的抽奖机会。那它其实内容物跟福箱的是一样哦，真的哦，是一模一样的哦，所以就等于是你买了1600元，你买了这两个锅子，然后再加上8次的抽奖机会，再加上它的零食，还有一些必用。全联呢，今年首次推出了一个还蛮特别的，第四个，最后一个了，小食堂的福袋，虎虎生风。对，而且小食堂。就代表说他是用送，没错，就是你不需要去排队，在大年初一的时候，只要打开了 app， 然后抢
999次，他的头奖跟刚刚前面三个比赛是分开的。那这次他的头奖是送出一台宾士，所以等于有9999分之1的机会。他的均值蛮高的，相较于其他的。没错，他是超商里面，就是通路里面，他是通路里面最高的几率。如果是要送车的，但你要先手术过。对，都想得到。哎、欸，其实他东西不少哎、欸，我觉得乖，我是会员。我觉得也是，光里面就很超值的耶，还不错多哎。一样就是卫生纸，感觉是必备的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洗衣胶囊。洗衣胶囊，你也要。很喜欢洗衣服。租就是租屋组，对啊。对，然后还有湿纸巾可以。然后这个我觉得他们有喜欢吃麦片的人都很喜欢。金沙豆腐。我看他们自己的饼干啦，就是这种小饼干、小零食。这是什么？Espresso 吧，冲泡式咖啡。哦，三合一哦。然后还有二合一。这个咖啡器，这个我觉得我们家经常。嗯，我们家也会就是这样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吸附座，就这样子，它555元，还附赠了小便池。然后它这边还有就是，主要就是要宣传他们家自己的服务啦，像是外送啊，小消息啊，或者是。它的 APP 的服务，所以它会有一些折价券之类的。没错，然后它的重点就是它会让你抽到，想办法你会有机会抽到宾士。加油！这个宾士的几率还算是蛮高的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，不要放过。哪一个梦想？它除了宾士之外呢，它还有送 GoGoRo。哦，有 GoGoRo。没错，两台 GoGoRo， 然后两台 iPhone 128G 的，然后三台 Dyson 的吹风机。这样它大奖很多呢。对，如果你9999组，就是如果可以不用排队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你觉得东西很多是不是？其实第一个我不喜欢排队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几率真的比较高。对，这个真的几率高，但它就是稍微贵一点啦，就是555元。对啊，新的一年大家一定要去试试看手气，看今年能不能少努力一点。没有错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